挡不动。喂，啊，没撞到。哎呦喂啊！哎呀，出去了！我掉森林里面呢，超远呢，超远。那是你们干嘛探险？没有，我被小雨撞飞。对，他被我撞出去。好扯，小雨。爱冒险的，爱冒险的汪。爱冒险的汪，又进来了。强制冒险。可以了。可以。可以。我们有几个都到了吗？鼎鼎鸣，好像都到了哦。一二三，哎，你确定？还没到剧中啊！等一下，我又玩到 ESC 啊！有喵哈没到？那还没到，有没到？我又要变八个喵哈了。你直接把画面填满。OK， 进来。OK， 直接开始。有按到吧？有选到地图。好。喵刚刚的配色是葡萄。这个配色很棒哎、欸！不是，这样断线的不是小雨，是我。这张地图应该照理说是你才对啊。没错，气到断线。这张地图对我气到不想玩，物理伤害。等待玩家。哦，它好绿哦，它的荧光绿好不舒服。它的对比色太重，哇，太不舒服啊！太大力了，哇，太大力了，我被中间那一根顶到了，顶起来了，哎呦，别，我顶到了，哈哈哈哈哈，大家都一直被那个顶到，很危险啊！完了，顶，哎呦，没事，小雨顶到了，哇，你怎么变潜水的啦？我的天哪，怎样不行吗？奇怪，那应该下去下水啊。我刚你去过了，有点拼啊！旁边有个骑士是那个、欸、为什么、啊、按钮恐龙的那个剑士哎、欸，对啊，按钮恐龙，在旁边有一个在水上，有点像后面那个进洞后面那边有两个哦，对，有了，有嘞，一二三三三四四四。是啊，我、喔、这是好酷哦、喔！起飞耶、欸那個，又会顶人的，又会顶人，又会顶人的，要顶人的，又会顶人的。要坐热气球吗？没有吧，不用吧，不用吧，没有被顶到就会直直的下去，大家不要紧张，一杆进洞，一杆进洞，太扯了，怎么可以？没有被顶到的话就可以一杆进洞哦，怎么可以？啊，被顶到了，好扯哦，彪彪。你是茄子还是葡萄啊？欸欸欸为什么？哎、欸，你真的很像茄子。你是茄子还是葡萄、啊？茄子啊，菜吧。然后这是茄子啊，长草。阿荒，你要去哪？阿荒去哪？我不知道，我刚斜坡往回滑了一下。哎、欸，我这颜色也蛮像走路丑的配色，蛮像。是。啊！哇，你怎么过头了？啊、太大力了。完了。哦，小雨好坏哦，小雨好坏，小雨好坏哦，好过分呢，好讨厌呢。哎呀，没有道具可以吃了，欸、对啊，如果开耶、嗯，啊，那就是这他这场没有设定，没有可能，他没有设定、啊。谢谢，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他把我撞下来了，谢谢你。真就火哎、欸，他旁边奇怪，小雨、啊，什么？怎么可能是我？怎么可能不会是你？怎么可能是我？谁动那么跳？这是那个青蛙。等一下，给你我的新的户头。再帮我汇钱进来。汇进来。好，汇进去。对，旧的那个就先不要用了。也 OK。天哪！为什么？哎，等一下，我的箭头在哪？我看不出来。哎，白痴，不是跳出去游泳了。哦，我一杆啦，好爽。哦，出去游泳了，好爽啊！哎、欸，完了啊！又出去游泳了，哦，被打回去啊！杰瑞，杰瑞，哦，停下来，不行啦！我怎么只能飞第一次，后面飞不了了？小雨多跳了，我多跳了一下，啊，太饿了！是哪里呀、啊？谁？Where am I？ 我去哪？我不行嘞、欸，五杆嘞、欸，我的天哪！可以啦，
可以的，还有更多的五杆等着你。对啊，对吧？你可以再加个五杆啊。对啊，五杆，哎，宝宝，宝宝，白色的五杆正在等着你，拿仇恨哦。哇！啊，你别搞我！那个我，哎呀，好可惜耶！啊，可太可惜了！哎呀 ，It's okay, it's okay。人太开心了！哇，你好开心耶！小雨，那你怎么酒干？哇、哦，哪多啦？哇，是假的，那跳台是假的。啊！我要扁了，我要扁了，我要扁了，我要扁了！别！我进了！啊！太大力，完了！我打到锤子了，懂个锤子！哎、欸！不要！为什么站在那边假跳台？我现在跳台不能跳、哦，不好跳啊！角度很奇怪。你又要被打扁了！咖喱不玩不行，应该是扁了你啦！扁你真是，还有青蛙耶！不要很近哦，很近哦，很近哦！腰棒是不是？回去，我回来了啦！撞到喵哈了，撞到喵哈了，喵哈，喵哈撞回来了，喵哈不？哎，你怎么可以撞喵哈？这样不行，是我撞喵哈。你到底是什么生物啊？你到底是什么植物啊？飞到旁边的草地上了，长了草很大的一个茄子。哎、欸，我这边可以跳哎、欸，我旁边这边的路可以跳哎、欸。不是你家回来了吗？豆田，我不知道。哎呦，我你要去哪里？我被记录在那边了、啊。等一下，秒度哎！你加油喽！完蛋了！加油喽！你应该可以按那个，不要玩呢。你按 Yes C 可以回那个了，重来。哇，你那边比较好玩呢、欸。要什么、啊？放弃球洞、啊、还是什么？应该不是放弃球，有没有那个回到重生点的？没有，没有。那你我好像没有哎、欸。那你加油，32杆吗？你这边特别好玩呢、欸。好玩、啊，我真的就哇，你看按 R 太歪了，你右边一点吗？阿波波，你按 R 呢？啊，不行啊！哇，你可以玩到满杆呢，波。好玩。F 呢？我刚刚也是。困在这种很奇怪的地方。呢可以试试看啊 ，D 跟 F 嘛 ，Q W E R 都玩玩看。嗯 ，Q Q P R， 哎呀，差一点了。阿爸，你想办法跳到青蛙那边？对对啊，去找青蛙们。右边啊，右边的口。你往前，有没有看到右边青蛙？有没有看到右边青蛙？哦，我看到了。来吧。它可以飞得到吗？不知道，你看我们飞到这什么鬼地？我也是一个缝隙，不行呢。哎，我，哎呦，很近，哎呦，有偏近喽，偏近喽。你还有30秒可以调整哦。我怎么记得啦？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我不要了，我。为什么这个角度啊？哦而且他妈这个好 bad， 他居然鼓了，好丑、喔，好夸张哦！你们还是你滚去隔壁的缝隙，难怪是小雨最爱的地图。怎么可以？天哪！哎、欸，这边有机会，没了，时间到了，没了，秒杀，时间到了，没机会了。我再见了，哦，别掉下去，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卡到一个凹槽里面嘞、欸。32洞子，你确实进洞了啦，好不好？哎、欸，跳旁边，哇，哇塞，哎、跳对吧？啊，跳！完了，我飞到绿色的地方了。你飞到绿色，那绿色这有鬼，我想吃偷吃，你是不是颜色选错了、哦？对啊，你的代表色选错，就自己跑过去。啊、你家就在那边，是不是？就是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骨骼强壮。哇，我看一下，你这里好弹呢。哎呀，这边好像可以，这边可以飞，可以飞，可以飞。吗？你到底要去哪里？不要再滚了，不要再滚了，麦克滚了！你要去哪里？你怎么会这么远、欸？好远呢、欸。为什么？欢迎回来，我又回来了。以后在这边，
为什么你会这么玩的游戏都不一样哎、欸？对啊，你要去特别好玩呢、欸。哦，你要去水里玩了？完了啦，我回去了。就是三十二杆。最好笑的是，这还是 Bobo 自己选的地图。对啊。谁知道他有这个诡异的问题啊？我，你要往想办法往前一点，就是到那个四格中间嘛，不然就掉水。我会发现他的树上的水果是滑上去的。对，你说你是你是中了幻术啊？真的，无限镜花水月。你要回这个职业，还是你换一个方向好了，反正你怎么弹都这里，又是180度，换一个方向跑好了啦。你反方向好了，好厉害，直直的看看好了，你这直直的，不是这个啦，是哪里的？哎，你那个直直的，你不要骗呢、欸。哎、欸，不是那个直直的，哎、欸，不过你真的没，你真的没掉水里耶、欸。可以，掉，有来，跳。要用力，高度好像不太行诶，太远了呢。我怎么一打这个鸟地方，我真的要生气了。好想打高尔夫。我一直在场外救球诶、欸，你知道吗？你们都打金洞，我在场外救球，哭吧。好扯。界外球。哎呦，有机会，有机会。哦，你是高尔夫的外野手、欸，完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哦哦！你不要太大力，等一下出去了。你很会玩游戏耶！你好励志哦！你好励志，好励志！我真的，你跟别人的起点都不同哎。对啊，你好励志，你还是成功进洞了。你们等一下都给我打去跟试一试。我试过啦，我试过啦，我试过啦。哦哦，哇塞，他这是。哦，它是桥会伸向伸下的，是不是啊？这个桥哦，是不是啊？啊，不够高！哎呀，那根、欸、哦哦，它的洞在哪？哦，不要！欸、完了、啊、完了，又过去了，又过去了！你在哪里？你怎么在绿色草皮上啊？我看到有人在绿色草皮上，不是我没有，不是我，不是没有没有，喵哈换喵哈了，换喵哈了，换喵哈了，没有啊，我很正常啊。不知道是谁，喵正常。是杰瑞啦，杰瑞在草皮上啊，是怎样？是怎样？杰瑞，你也，你在哪里、啊？你的位置很神秘呢、欸。那我要怎么办？我想说这样子啊，我看能不能从那边过去。哦，你这个很苛刻哎、欸。哦，你这个很神秘耶、欸。哦哦，哎呦哎呦哎呦，为什么？为什么不算？为什么不算？你这边应该飞得过去了。正常的道路哎、欸，好夸张哎。你刚很帅的飞过去、欸。不是，你要等桥下来，已经回去了，可是为什么要被？还是你回头好，看着打那个树门弹回去。这树很难吗？哎呦！哎呦！然后又没了，又没了。过头了，过头了。他是不允许回头，是不是？Oh no！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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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玩吧，然后又回来了，特别好玩、啊。你怎么回到这里的？你越卡越边呢、欸。我有，哦哦、有，我、哦、有、哦哦哦哦。哇！哇，好强哦！杰瑞，你有没有兴？你有没有兴趣打电竞啊？你有没有兴趣打电竞？高尔夫球，高尔夫球电竞。哦，好强呢！好稳定。三十二杆，怎么这么哈扣啊？好恐怖、哦！下一个换谁了？
应该没有绿色吧？看起来没有绿色了。火把去哪里啊？什么？火把加火中间吧？哪里？哇、哦，好多火塞，因为你打火把加火，打中了。中间吧，中间吧。哦，上面有写东西哦。它是要算东西哦。烟加对，上面看不懂，看不懂，不知道。烟加直接进洞了。哎、欸，谁？烟浆灯吗？啊，烟浆。反正你答错的话，你会被送回来。烟浆灯，气球吗？雷雨，雷雨哪里雷？雷雨啊，那个打雷，然后加上灯。那是灯诶、欸。彩虹吗？哎、欸，反正我就一直进啊，随便。就都进一遍。对啊，怎么打个高尔夫球还要算东西？哎、欸，白痴哦！哎、喔欸欸，我对了，对了，我对了，我对了。哪一个啊？哪一个、啊？是吧？右边那个气球那个。哎、欸，我听不到哎。我好像水晶加火，这是什么、啊？紫水晶、啊。我好像都没有猜错哎、欸。哎呦，我要去死了！我的路线是左中左。左中左。白星选中间。好像只有最后一个有差啦。最后一个好像就只是难变比较难进洞而已。空胶。哎，过了，有骷髅头那个我选中间就过了。哦、所以其他没差是不是。哦，对，骷髅头我选中间就过了。就是没有没有没有，他全部都没有差，你只要最后一个标准骷髅头就。哦哦。哎、欸，谢谢谢谢谢谢谁啊？哎呦哎呦哎，你进去哦，谁帮你这推一下？好狠哦。哦，是我吗？好像是你耶。啊，那你不用汇款了，刚刚救了我。抵消了，那我唱首歌感谢你。先唱首歌感谢你。那你不能唱停，我说谢谢你哦，你要唱。啊，不行哦。要找这个怎么简单、啊？这怎么简单啊？这个是你要先看你会不会掉到外面绿色的吧。哦，我要慢慢丢，我要慢慢打的。你还敢弹？你还敢跳？你还敢跳？还敢跳啊？还敢弹呢、啊？他不是一堆人，还是跳了吗？那、啊、我们有没有跑出去？奇怪、欸。哎、欸，啊！这时候是不是把别人撞出去比较精彩啊？哎、欸，对啊，太好看了，真的是蛮技术的。可是会搞到自己。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这个，哎、欸，你还哪里跑进去了？小雨，小雨，快进去看他，卡进缝里了。小雨进去看他，看他，我进去喽。他卡在缝里面。你这完全没救，我才有办法看到你。你这完全没救了，你真的耶？你这出得来吗？不是，你打看看。你还敢刺我在跑、欸？我要去哪里看你、啊？他敢刺我在跑、欸？你敢刺我在跑？卡在里面，包包有你是不是越来越深了、啊？我没有做效果，我你越陷越深、欸。你越来越下面的效果了。他很认真玩这个场地的一员了。没了，他很认真玩游戏啊。尊重比赛 ，respect。对 ，respect。那关怎么这么简单啊？精神啊！那关怎么这么简单？这绿色也很多。你们给我进去！我气死了！哎！我怎么被撞了四次？怎么被撞四次？我瞄准好了 ，BO BO！ 不要飞去，出飞出去！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怎么飞出去的吗？我是被那个球洞给拐到一下。拐飞？被弹到了是不是？不要再搞他了。我不能抓他，抓太大力，等下飞出去。对，我们还是先进洞，不然他又开始怪吗？你刚是怎么了？你刚走一个，啊，被那个把球洞拐到，就是被球洞拐到啊。球洞，我好是想知道，真的没有飞出去吗？31跟111的差别好像大。我看一下，111，我真的多了80杆了。哇哦！哎呦，我真的没有做效果，什么意思？我们都是玩真的，没有在做效果的，真的是没有在做效果的啦。哎呦，哎，差一点，
啊，不是啊，我被打到了哦，又回到原点了。完了！那我赶快进洞了，太危险了，这个世界。太危险了，真是太危险了。杰克出去了，杰克出去了。插出去，杰克这应该还好吧？没有水。杰克这还好啦。哦，去看杰克了，去看杰克了。哦，这还好吧？对啊，这个好简单一点。因为这个很简单，你想想看，我刚那个动作。好的。这个很简单，但是有经验者的话，阿爸你想办法去下一个洞看看，到前面那个洞，下一个洞看有没有简单的，我困难了，我困难了，你还在滚，你还在滚，你还在滚，你还没停，你还没停，哇，滚到苹果肌，阿爸你滚到那个缝里面吧，阿爸你滚到满杆，那个洞好远，要不要跳一下？我不能跳啊，我不能跳。他还在滚，他还在滚，有了有了，要停哦、那彩虹是真的可以撞的耶，好好笑、喔很硬你这里好像很危险哦、喔、我是不是到波波那个缝里面你要进那个洞了你是撞到凹槽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打不出去了撞到凹槽缝了吗Oh no！ 那你打另外一边来，波动喽！你要进波动喽！那个洞已经取名叫波动了吗？波动 ，B 洞 ，B 洞 ，B 洞是不是？进我的打另一边，我讲很糟糕的。先不要轻轻打哎、欸。对，你要轻轻。哇，我说能感受到波波的游戏了，好难哦，这是不会玩、欸，玩对不对？绝望高尔夫。绝望！哇！我回来了！哇！为什么都可以打得起来？ DPA 打电竞一下，肯定打的吧？你是为什么都打得起来哦？过分透顶哦！哎，刚刚，哎呦，这个好快哎！这个我感觉太大力又要出去，怎么会死哎？一杆，差一点点，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我去上一个洞了，你去上一个洞了，你往回飞是不是？换我了，你要进洞了吗？我没有洞，每个都要体验一下，每个都要体验一下。哦，哎，你上来了。哦，有啊有，没有，哎，可是你附带丫丫哎。对，我有丫丫哎，丫丫，还我丫丫，没了，丫没了，丫没了，杰瑞也来了，杰瑞杀出去了，杰瑞出去了，哇，我刚在外面是怎样？杰瑞的这个地方看起来更应该是没救，可以啦，可以啦，他这边不是我的，可以啦，打电竞就想他，想杰克，我翻新回来，不要翻，不要。完了，杰瑞进洞了，完了，甘肃，你没了，刷一刷了，你没了，好哎，有翻新回来了，翻新回来了，杰瑞进洞了，对，真的假的？对，完了。哦打电竞的就不一样，那什么声音？好恐怖！什么意思？是怎样？什么意思？有一阵你要干什么？但偶尔有东西会往上推。他怎么没出去？这个比较难出去了吧？很难出去是不是 ？B O B O， 有人出去了吗？没有，没有，他被撞到。哦，好可怕！应该全部关机。有人出去了。出去了！到水上，到水上，到水上了！
啊，好可惜哦。好害怕，这个这个路上是撞人欸，这也太危险了。没有，他在水上，他在水上。好危险欸，好危险欸，你赶快走哦。你再不进去，你要被撞飞了。你不要贪了，你俩自己就出去了。两个都在树后面，是对啊。阿波真的是不要再贪了，阿波。我进不去，我进不去。阿波，来吧。珍奇现在可以进得动欸，快点欸。你不想要加三十二吧？对啊。不要再加三十二了，拜托。我们已经超过那个就是撞球的范畴，现在已经是一二三 vs 三十七哦，进大炮，进大炮！哇，哎呦，好危险呢，好危险呢！怎么感觉没有事、啊？很危险呢，我觉得是穿过而已啊，在里面，在里面，不能太大力。哎、欸，不对，不要，那我要直接出去。不对，谁出去了？啊，哦，有啊，有啊，有出去。我啦，我刚出去看、哎，我是掉到水里的。哦，没事，水里还好。哦，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哦，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要回到起点。没有，那不是起点吧？没不是起点，那是大炮打过来的位置。哦，对了，嗯。然后锤子，我要扁了，我要扁了，吓死人！扁了就回去了。对啊，所以我努力的跑过来了。不行，小雨不准进。怎样？你撞我啊！你有本事撞我啊！他没撞到，完了！你要被锤了！你要被锤烂了！你要被锤烂的！你要被锤烂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哎，没有事，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回来了！哦，你飞去哪了，小雨？去哪了？这就没有进水了，还好还好。他旁边体验一下我痛苦吧。那你去撞他？真的吗？那你撞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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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忘记了，忘记了，没办法，没有进洞喽，走喽，没有办法喽，差了九十看，哇，这什么？瘦福特，瘦福特，软软的，哦，轻轻的下去就好了吗？但不能太轻，太完了，完了，妈，完了，有人绿绿了吗？有人进去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进去了。我们好强、哦！我说可以轻轻的直接进去洞里。轻的，对。哎、可以、哦！我要进了，我要进了。阿波，哎、欸，又传走。有，对，太大力了。我怎么那么硬？我怎么那么硬？我没动。我怎么那么硬？太大度，太大力了。怪怪的。有了，哎、欸，没有。轻轻的是有可能一杆进洞的。对啊，对对对对对，在正中间的话。差不多一格再一，你拉杆一格再多一些。嗯。怎么叫尿？去啊！你去啊！去啊！我想打完再去。你有？你可以卡好点，然后去尿尿。啊啊、你赶快自己干进洞去尿尿。你可以赶快进洞就可以去尿尿了。你在哭吗？你知道好凶哦！好难过、哦。你知道哺乳动物平均尿尿是21秒吗？你可以，大家可以试，你大家可以计时试试看。哦，不，我被那个吞上来哎！真假的？对啊。吓死了！刚跑到青蛙旁边去。青蛙。好恐怖哎！这青蛙看起来超嘲讽的。真的。哎，它舌头还伸一边。对啊。吉娃娃。哎呀！哎呀！哎呀！哎什么意思？小雨，你下地狱了？青蛙感觉讲话就这样，就咬到舌头呗。然后大口讲话。对啊，太难了。哦哦，这两杆，哇哦，冲了！什么意思？哇哦！哦，差一点一杆！哇哦，哎，我也差一点点一杆。哦，被谁打到了？我一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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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掉出去了。姑娘，你在这里是哪一杆？哎，不是，只是后面只剩下最后一杆。
这喊越多越不敢。关卡都比较安全哎、欸。对啊，这个封闭式的很安全啊，不会出去。不会出去就是喜欢密闭空间了。真的。外面世界好恐怖。真的，外面世界太恐怖了。哦，加速了、欸！哇、哦，好冲啊！冲啊！哇，完了，进水了！哇！我撞到谁了？我撞到谁了？哇！它的形状有点危险呢、欸！哇！形状有点，老刚远远看有一种害怕的感覺，有一种 C 开头的感觉。哎、欸，白痴，他是撞到东西就赢了。撞到东西就赢了。他撞到那个青蛙就好了。哦哦，撞到青蛙就好了。对，我想知道。就前面那个，就前面那个，撞到了，前面那只青蛙，青蛙表示，冰，哎，冰 ，you win，thank you。他们说我怎么是青蛙吗？啊？它上面有一个写 you 哎，还是什么？哦，上面有 thank you，thank you，you 是青蛙，你是青蛙，你是青蛙，你是青蛙。我看到上面的 thank 嘛，抱歉啦。你是青蛙啦，你是青蛙啦，我是青蛙，你是青蛙啦，你是青蛙，一定是我在学青蛙的报应。你学的很像，你学的很像，你成为青蛙了，去吧去吧，快快，我拿到一个集资，为什么你还拿得到东西啊？我们都没有抽到过嘞，他后来解完之后就都不跟斗争二一样。我刚还是有拿到那个、欸、我有拿到尾流跟头，为什么、啊？没有哎、欸，我改版之后就再也没弄。我也是拿尾的，为什么？你有买机票是不是？我没有啊，我什么都没买。有机票跟每日可以解，是不是？要讲一下、欸。对啊，要睡。你看我拿到一个，这是狼头吗？还是什么头？哎、欸，好帅啊！哦，对，你是狼耶。转一下。什么狼头？看一下、啊，那个，哎呦，也太写实了吧！因为也不是有一张超快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那张有吗？有一个什么 hole in one 的那个？哦 ，hole in one， 好，对啊 ，hole in one，only hole in one， 这应该就是一根进洞吧？做到吗？好像都有。有，开始喽，各位。你刚刚尿尿的时候有没有算时间啊？没有呢。哎，他们一样的吗？啊，哎 ，Only。怎么封面看起来一样啊？对啊。标题就是这张吧？标题不一样。的标题是不一样，但是封面是不一样。一到六是 Easy， 七到十二是 Medium， 三到十八是 Hard。又在草皮上打了，是不是？那真的太好了。哎呀，那样呢？我投一个走走走，没调到模式哎、欸，没有撞，没有跳，是不是？没有撞啊，忘记了。哎，有，哇，这里太看起来不太一样，场地也太哦，跟封面图不太一样嘞。对啊，是一杆筋动图。哦，我撞到了，我被撞到了，天哪！应该调那个啊，一杆以上的就全部那个啥，直接死。你直接满杆，要么一杆，要么满杆，直接满杆，对对对。你们总共只有十八杆这样，是不是？一根三十二而已。这是在哪里啊？所以没跳对不对？有跳。我一杆嘞，呜一杆一杆，哎，有撞到，谢谢，被撞了，谢谢刚刚撞到的。杰瑞嘞？你们一杆哦，我好像还在计算，还计算。那啊，完了，完了，三十二杆。小雨三十二杆，我三十二杆了，抱歉了。从第一杆想摊的时候，我就三十二杆了。还想摊呢？哎，这可以摊的吧？哎，记得。哇三十二，完了，我三杆，三十二了，三杆。我们要不要那个第四关开始，就是只要跳一杆以上的，就是自己那个弃赛，自杀吗？好啊，自己动，自己动，自己动，可以可以。哇，我直接弃，我直接弃，我直接弃了，好不好？直接弃，我先弃了，哇，弃了，弃了。
放弃球洞，放弃球洞。哎，我有，好扯啊，好扯啊，三格半，三格半，三格半，一到七。什么意思？完蛋了，这有点难哎。这个难过，多少零？不，差一点。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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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了。气了，差一点呢、欸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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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结论：不要再算了啦。参考一下二到三个啦，二到三个吧。有知道吗？二点八。啊，不是四格吗？2.5。啊！没了，放弃吧，放弃吧，没了，你各位，没了。是战什么？有两个人成功，耶！交易有两个人成功。他那个哪里啊？西有放弃哪里啊？前面跳过去，正前面。完了！有没有前人指示啊？有没有前人指示？有点大力，要有一点大力。三格再大一点点。没有，三格要3.5，要3.5。三格再大力一点啊！谢谢。没了。3.6-3.7左右。哦，三点五进了，感谢。3.5啦。好极端的分数哦。玩狼人杀喽！我要直接最大力了。我要的嗨！不行啦，不能最大力啦，飞出去。三格，刚刚好。就是四格，他骗你。没有，三骗人，是玩狼，自己开始玩狼人杀了。狼人杀有三格，有三格，有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平安了吗？放弃吧，放弃吧。杰克有进哦，那个不是我的锅。哎呦，什么意思？在哪里啊？我们这是是不是开始难的了？底下，哇，这么狠哦！摊了，啊，被摊了，摊走了。我看到有人去摊喽。在哪？在正下面，正下面。门不要搞，门不要搞，门不要搞！有人，救我们的！波波来了。没了，比我们还要惨呢！我们被门关住已经很惨了，连起来都没起来。乌龟，后面呢？后面，最后面往前要进去吗？没有，我直接往后跳了。哦，可以直接往后跳的，进了。哎呦！差点卡，我没进哎，有谁陪我没进啊？没有啊，只有你啊，就只有你啊，不好意思，只有你啊，不好意思。好饿哎，我这头要干嘛？好恐怖哦！干嘛？很难哎，我找一下，我要找一下，我要找一下。这个有办法？这个船没有办法一杆吧？不行吧？没有，飞到后面，然后有凹槽可以下去。你飞一次，我看一下。你按 C， 你按 C， 我按完了。我没了哎，飞右边吗？不行，右边左边都可以，右边左边都可以。哎，我成功了！啊，不行了，没了。几格？我要拉全满，不够啊！我下去了，血要高，比较高，主要是血吧，血的要很高，然后角度要够。啊，没了，够啊！阿汪到了，对不对？我到了。好稳哦。他在点头哎、欸，好嘲讽哦，好不爽哦，不爽哦，好不爽，好爽哎！刚刚是只有一个人没进，现在是只有一个人进。啊？是哪？右门？那还有左右嘞？右边的门，不是啊，你根本在搞啦！右边的门哦。啊！他打回来了。完蛋了！完了，没了！不是这种好心人，别下地狱的！没了！被打回来了！没了！真是没了，大家都没了。
没了，有有有，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狙击手，哇！什么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感觉很爽啊！过这里就有了，过这里就有了。对，过只要过去就有了。有个风比较大的，有个风比较大。啊！我没有。我看到大风，我看到大风了。哦，有进了。哇！有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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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是三格啦。有了。哎哦，大概是三格啦。三个是不是？中，撞住了，被顶到了，撞到中间了啦！你撞住了，我撞住了，这边就像那个柱，因为它其实有个缝会比较大。嗯，杰克有了，杰克有了，只要过这边就有了。嗯，没有，没有。太，在哪里？喂，旁边那个吗？蓝色那个吗？开始比较难的那个，地的，就是撞那个吧，中间那边有个柱子。哎，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撞的，垃圾，垃圾。哎，我撞到球洞弹出来了，都进水里面了，天哪！哎，后面有个水啊，对啊，后面有个水。不如我们不要马上放弃好了，不要马上放弃，还可以搞了的。好像是，你就停在路上啊。啊！后面多少人下水啊？我也下水了。我放弃了，我放弃了。没人进洞，没人进洞。还有人吗？正杰队，我放弃，我放弃。背了，背了，背了，背了。没人进洞，没人进洞。这个难呢？因为开始是难的关卡了，各位。哦。哎，往下跳。后面吗？没有没有，右上，那是上一关的吧？跳回上一关很难哦。啊，什么意思？右上怎么可能跳得到右上啊？他是要爬水，爬到那个水上面的吗？瀑布那个吗？哦，瀑布下去就没啦。对啊。哦哦，他很斜，好像勉强。啊！这样直接还是我们这边直接考虑后面那边的洞如何？完了，你们去啊！我是跳到他旁边的平台，但是。我没了，抓石头，我也没了，我也没了，再见了，世界，再见，再见。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跳后面的洞真的比较有料。可是你失败了，你失败了，我多试一下而已。不是，好啦，杰克，就抛物线过去啊，好难呢，好难哦，这关好真的好，后面真的好难。我后面没，接下来都没人过了。我觉得应该是，有啊，我自己有他啊，左下，左下要经过那个左下那个，像那个，哎，没有，这个是正上哎。啊啊，这个是要穿有两个洞哎，有两个洞可以那个啊，是不是？哦，要两个洞，下面的也太难了吧？不对，他那个石头是搞人的吧？哦。哎，那个旁边那个靶可以过哎，如果刚好跳的话就会到了。左上角粉红色螃蟹，左下的那个可以，左下那个可以，别撞靶，左下那个2.5，2.5，左下那个2.5，太大力了，我直接就撞在靶上。哇，姜饼人呢？我输了。去，看你来，圣洁老爷，噔噔噔。我们最后三个洞喽！目前都没有了，最后三个喽！天南，天南，你去哪里？后面，旁边，右边，旁边。啊！我飞过，可以右边那个。哦不，差一点，大概1.5吧，1.5吧。啊！我过了，我撞到了。啊！不是在跳舞啊！喵哈！喵哈！飞三哎但是我输了，哎，我抢回来了，我抢回来，我有了，他
是不是要打在靶上面，然后弹进去啊？靶上碰到才可以。要碰到靶是不是？要全满，然后打在靶上面。这还蛮有创意的。好扯哦。这个蛮酷的。啊，这还有两个人进的，好狠！我进的，好狠你！我又要这边，我们再去打靶。这边好像也是要打靶哎。哪里有靶？可恶！啊，不行，真的，这不能太大力，这不能太大力。嗯，大概多少？对吧？我失败了。三哥，猜个，我猜个三吧。2.5，二点五可以。哎，靠，没了。不行，二点五太快了。2.5。哎，没有，好像没有进了。没有，没有，他传回来了。Oh no！ 他是真的把没放到，传回来了。没有，没有了，没有，我的没有。我是在练第二杆。哇，这都没人进呢。啊。对啊，他在水上跳。没了。对啊。我们这样总共几个人进了？我看一下。这样。后面只有两关有人进，好难了，那都太300杆，300杆，所以你要只调一杆的吗？396，396，就不用再按那个了。这个好玩呢、欸，好了，今天先到这边，见阿米哥，好的，好的，好啦，感谢各位。那个按 Bobo 卡住的部分很好玩，跟比较没关系。Bobo 的32杆。好游好玩游戏，好玩游戏，要玩，再见，我不要再玩，再见。说哎、欸，今天很好玩，但我不要再玩了。今天很好玩，今天玩很好吧？开这游戏。我想说，我想说，好想玩哦，然后来约一下。哎，太好了，明天再见，这款明天再见了。再见。一年哎，没有，我们是半年了，半年玩一次。哦，半年是3月的时候。对，三月，上次是3月吧。好，明年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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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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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好啦，哎，雀魂，雀魂那个是什么东西呀？没有啊，番茄是叫我说，快点，你要不要抽？你要不要抽？说，再缓缓吧。雀魂无法同步，能继续游戏？没有啊，就去。下午看菜渣也在开，看一下啦。要关了吗？是一半一半欸。刚网络断掉，有点不爽，超级不爽。现在来不及，明天再抽。抽什么？没有啦，我当然不是现在啊。改一下分类，高尔夫结束啊嘛，对，完成，兔女郎大吉，对啊，在搞我哎、欸，会死人呢、欸。人間よ、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我刚想说，嗯，樱花竹林这差在哪边？角色都一样啊。突然想啊，竹林是男生，差点被骗了，差点就下去了。哎、欸，他抽得到，他买到桌布哎、欸，桌布，哦，心心念念的桌布跟牌背，可是又没有空玩了哎、欸，明天开始要玩那个了。要玩宝可梦了，嗯，啊，这关心之旅又是什么东西？就是之前一样是要点天赋的吗？好了，要叫小鱼了，跟他上班，寻觅，怎么办？好恐怖哦！太无情了吧？怎么就这样点下去了？甘い衣だ。遊びに来たぞ。所以新的宝可梦会打算开吗？会啊，一定开啊。橘猫爪
重复了吧？对吧、啊？确定？听说是个捷克，不啦，听说捷克是个国家。感谢九，有出货吗？刚出了一只。没有啦，我是想要和啦没有啦，刚刚想说随便乱玩，点了一下就中了这一只，我是想要这一只啦，可是我真的想要的副科他没有，要出的角色他没出欸，我想要是那个哪里阿兹赫的那个主将，你要不要抽？你会不会抽？杰克你会不会抽？你是不是对这个还好？可是你看很香欸，全包很贵欸，全包超级贵欸，如果我再想一下欸，我是想要这只啦，主要是他的那只企鹅太可爱了，仓库服装原村和我最近又想回去看麻将少女了，在哪这个欸，不是这个欸，不是这个欸，靠腰这个啦，靠腰看那么久，他的大企鹅可是你很少玩，对啊，反正后面吧，等活动看什么时候。12月7号啊，那时候的那个极具喷啦，那个钛金化喷火龙，等到时候再来看看要不要抽好了。啊，他有说要打这个会有得到点数吗？打内战会有点数吗？不，打制定场会有点数吗？每日进行段位场或占星活动页面，欸，不会哦，啊，会吗？好友场不算啊。啊，那我就没玩的动力了，欸，要叫小鱼了。通常不算哦，好吧，那跟你们玩个几场就好。哦，所以这个这样子不算是不是？那来玩玩看。23536。我来看看好不好玩，先降一，看一下隔壁宝可梦。嗯，就这，没有啦，姐姐坏掉了耶！天啊，姐姐坏掉。就这儿，没有人了，对吧？你看，会找到麻将队进行重新刷新重置。嗯，都叫我关台了，好吧。既然要关台了，那怎么再雀魂了？啊，结束了啊！啊，结束了啊！所以刚刚有抽到角天降一，我想要原春和啦，哎呀。要重开对不对？确认。噔噔噔噔噔，就开始打了。我记得这边是大家可以拿一张牌出来，对不对？跟江一好好哦。
然后我挑我要的牌，这个，然后打出去，这样吗？哦吼吼吼吼，会了会了会了。所以他不会有摸牌，就是从这三个里面选自己要的牌。哈哈，什么都要求。欸，都19欸，天哪。行了吧，行了吧。哦，这模式其实蛮好玩的欸，只是有连装都会四人难，玩到死哦。欸，我们这场结束跳出去好了，对不起，我没有。这可以设定成东吗？东风场就好吗？太帅了吧，四人难欸，活动只有四人东。那，啊，怎么这是四人男？那我们去打修罗好了。嗯。哇，因为这会连庄啊，所以我们这一轮不管谁胡了，我们就退出。重来，重来！应该是你开到半武装吧？对啊，所以我就说这可以设定吗？可以的话，我就去弄啊。所以我刚不刚，我不知道可以设定啊。而且我说过我不喜欢连装嘛，太拖时间了，太累了。不然有人该说都打不到麻将。好酷啊。嗯。ズモ、ごめんなさいね。干，被拿走了。好了，重开哦。不是因为你赢啦，是因为刚刚讲了嘛。重开，重开。看，你又连庄了，不开心。而且你把我的八条拿走了，不爽。对啊，我感受到啊。难过，难过。好，重开，重开。所以可以调哦，有哎。来吧。我眼睁睁看着七龙跟八条被拿走了，哎，干扣，难过。嗯，刚刚还有个是谁？那个是谁？抱歉了，但相信轮得到你了。
犹豫了一秒，想说刚才那一场算不算打了？哦，啊，你先进来啊，等我骂你就知道是算打了啊，对不对？骂过就知道了。明天跟，欸，好像是要跟安妮打魔物吧，就是打到11点，然后我们就是转宝可梦，回转宝可梦，没有，没有什么，下礼拜才更新，更新什么东西？魔物猎人哦，不是啊，因为我礼拜我的那个啊。我的魔物活动都没打啊，我说我上次登录是10月中的时候啊，所以这次中的都没有打，再看他啦，他有安排的话就陪他玩，如果没安排的话就11点再玩那个宝可梦，房号多少我不知道，惨了，没有回放可以拉，完蛋了，繁星，请问人记得房号吗？有8975。你看，你打出来就更多人跟你抢房间了。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惨了惨了，亏了亏了。信你没有说啊吧？反正这五个号码自己排。啊，等一下看一下啦，应该啦。哦，下礼拜才更新哦。我在想明天要不要去买咖啡，买咖啡吧，买能量饮料之类的囤着。无名来了，先跑了，怎么了？你们试了试显示游戏已经开始了，说。然后昨天斗阵特工明明说更新啊，斗阵特工有新的挂台奖励了哦，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挂个台。好像三小时忘记是什么喷漆吧，两小时是喷漆的，三小时是那个猫咪头的吊饰。狼，欸，我觉得配音好像不一样哦。欸，阿亮在吗？还是培根，或者是，或是谁？小月在吗？我要问那个泳装优衣有要抽吗？干嘛？怎么干嘛？那么凶？打个在就好了，干嘛？阿亮怎么那么凶？泳装优衣有必要抽吗？有需要抽吗？还是还好？新手不建议哦。好的，你这样讲就懂了。所以还是先把笑脸搞出来再说，对不对？笑脸富婆这两只搞出来。目前我知道我是要笑恋富婆跟那个艾梅斯吗？请你 all in 笑恋和你的妹妹，一定啊，肯定。你是说11月底对不对？
敢不敢再张六啊？哎呀 ，all in 的意思是全部抽到完吗？就是抽到有为止吗？啊，如果他不是那时候是六万保底还是什么什么意思啊？那时候说什么抽六万颗钻保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抽两只角色出来，我抽一只就好。好，啊，抽不到就至少先抽到三万嘛，三万直接把它保出来这样子嘛。啊。哦，懂了懂了，好的好的，谢了谢了。你早上更新的时候看到泳装优衣，我记得想说，我记得优衣好像有人说需要抽吗？忘记了，想不起来。不过我想要的是公主可可罗，啊，他的回复好棒哦，恋爱恋爱。只有公主技、情勇、无止境等抽。好，有啊，我知道，就是公主技是抽就对了。呵呵。哦，难怪前一次公主技的时候，那个幽离就说 ，all in 就对了。哦，好。好的，好的，幽离。幽离的话怎么可以不听？还是我火吃完了没？七，刚吃完了哎。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回家。超级怪猫安安你好，金福安安晚上好。艰难无什么，我记得归属记。哎，我回去做个餐桌好了，拜访老奶奶。是，我要回雨林，没错。浪 好了，下一局，等一下哦。中下大体こいつドラさん。我看了他说这一次的那个设围啊不是明闪吗，但是他不会在野外直接跳出设围通知，要你撞下去才会知道啊，就是他是设围，但是就是不会有音效提示叫你自己去撞。嘟嘟嘟嘟嘟嘟，回家，你的零压快没了，没了、啊。有要馒头吗？我的点刚好在馒头，要去吗？只要啊，可以传我。我刚好在馒头，只是我是说繁星玩新模式吗？有点不爽，
我要的牌都被拿走，不开心。那只臭熊熊拿了我的八条。要的话可以传我，只是我不需要吃馒头的，我挂萤火挂满了，爽吗？超不爽的，超级不爽。啊，对，感谢利恩小熊熊跟 YUI 什么啊？刚刚房名有人记下吗？有人记下来吗？今天的你好快，刚刚的房号多少啊？抱歉，我忘记去记了。好了，我回家了哦，没人传我。いらない。玩游戏，晚点再来跑图。晚点再来跑图，晚点再来跑图。哇，轰隆笛子吗？怎么那么可爱、啊？来看宝可梦的台，轰隆笛子有点可爱。请问可以帮我看片头？它是轰隆的那个 BGM， 但是它是用那种八音盒的感觉做出来的。哦，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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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对啊，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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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我看片手吗？片手是雷狼哎、欸！你没跑到前面，小奶奶。收回去是什么声音？喵！听一下。啊，等等。啊，斩斧，好可爱哦、喔！等一下，为什么是出这种的啊？防龙吗？繁星斩斧哎、欸，斩斧还蛮嗨哦。哦，我们充能斧竟然是钢蚕，不买了。哦，他的两个手是，他的两个手是那个，你别想不到了。什么啊？什么啊？嗯，他们想买了，气了气了。我们超能斧，我们超能斧，怎么可以是钢铲手？我不喜欢。棒！嗨呀！好丑、哦！哎呀！那该买了吧。这样直接第一台合理吗？等一下，哎，亮，不是你的队友在你背后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只共产党的钢铲。教鼠无情第一台，没办法，他刚好在看《魔物猎人》的那个武器外观。都是绒毛玩具的哎，好喜欢哦、喔！毛茸茸的布偶，还是有一点丑哎，救命！利奇，ない。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重棍。ロン、それちょうだい。白痴，我刚开始以为他的聊天室是我的聊天室，看开始每个一个一个打招呼，然后直到看到自己的 ID， 哦，白痴哦，什么音效？新的。天哪、啊！
满眼。啊！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哎、欸，他为什么会吐舌头？哇！我不能接受哎，这什么东西啊？奇怪龙的轻怒，天哪！我觉得我会买，我也会啊，毛毛的，他早开出这种的吧，出什么？出什么那种科幻感觉的？高岭之花，你是说他姐姐？哎、欸，是姐姐的音特效还是妹妹的特效？啊，我的片手剑是不是过了啊？刚讲。救命哦！他收起来，他收起来，我在后面拔了，太母汤了，救命！但下礼拜才会出来，然后下礼拜啊。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不是，而且他是用他的什么部位吸住我的后背啊 ？Hello， 他的他的。哦，安妮好色哦。礼物好缺，抽了啦，抽了啦。有缺就是要抽了啊。到时连我的分一起买。什么意思？不是官方地址，红宝牌没了。啊！打哈欠了。这主播是不是都不看我打字？过分！我今天暴力结婚玩一只联动角色，发现礼物我带进，很正常吧？加长枪管。时候是有那个泡泡，对吗？然后这个是什么啊？除了自己调什么东西？边走路边甩。然后这个真的不能，哦，这吐甩哦。Leech。这个口甩，好吧。不行，那个轻弩奇怪龙，我真的觉得坏掉了，真的。啊！救命哦！啊、真的是弓箭哎、欸！等一下，他的这种是金丝子的箭矢在哪里？翻花绳哎、欸！所以他是射出去什么东西？哎、欸，我们片手是过掉了是吗 ？Hello， 对不起，片手呢？哦，片手我们过掉了，对不起，对不起，繁星这边片手好无趣哦。棒。片手我们已经过掉了哦，太神了！哦，我被那个奇怪龙搞到我，真的太好笑。没有，我觉得他设计的都很可爱。你看他那个，没爱了。他雷狼有那个充电的效果。不玩了，要拿斩斧和长锤了。斩斧呢也比较无趣。哎呀，繁星，你玩的武器怎么都这么无趣？一定三把晃来晃去哦，刚刚那个是橡皮筋吗？罗拉，他是指挥吗？力气，丹药，他是罗拉。哎，你们小时候有玩过吗？你们小时候有玩过这个吗？有玩过这个吗？就是他在嘴我，两只手，然后怎么叫我玩的武器都很无趣？天哪，这杂爆！翻花绳，对，翻花绳，我要扁他。W 力，好可爱
这一整套多少钱？真的好过分哦！没有啦，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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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谁也点同意、啊？太过分了吧？怎么跟着我哥？怎么可以跟我一起点同意？他要哭了哦！哎、欸，他是真的会哭哦！不要欺负芝芝，他会哭出来。啊，绝绝子！哎、欸，绝绝子，绝绝子！嗯，哎、欸，芝芝，你刚刚是哭了。快哭了都、哦，搞不好其他人九种九排，我相信是没有啦。但这种坏人的工作就交给我来做了。干嘛？力气。弄。一二三四五。嗯？哦，对啊，我想说奇怪，怎么还没听牌？白痴哦，我碰了，哦，我杠了。我说怎么我不能丢粒子棒？太可爱了。好，下我肚子好痛哦，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段位双粒子被九种九八流掉，啊，没事没事，我也是被他们搞心态搞会这一招的，或者是双粒子丢出来是风牌，就是四风连打这样子。欸，如果四家刚好都双粒子，丢出去的刚好都是风牌，会是什么效果啊？没，是不是太妄想了？你在做梦吗？这样子，他会显示什么？反正就是流局善了这样而已吧。我先把他先关掉好了。但他的台不能不挂，救救他！自家粒子，对啊，他是显会显示什么？但光有两家双粒子就很不可思议了。哎、欸、有啊，我们之前有遇过两次，哎、欸，就是之前去年吧，那时候还玩得很疯的时候，两个双粒子，我也觉得很扯啦。我打一千多场没遇过、欸，哦，那你打一千多场遇过天河吗？天和地和，总有的吧，对不对？打那么多场，怎么可能不和？等一下把你们带去一个也在打麻的一个 V 教主，这尾刀该了吧？什么该？该什么？我也快死了，好不好？该给我了吧？八木维，给我躺好！我几百场就遇过了，就很运气的东西啊。我是还没遇过纯正九连宝灯啊，在场上四杠子也是没遇过啦。看看他有没有。单骑三次，十三面一次，纯正零，九连零，四杠子。子模，子模的是啊，真的尾刀了是不是啊？你是庄家啊？你是庄家，哦，谢谢谢谢，进。
你也太狠了吧！全目標達成，感谢信，感谢。我忘记你之前的名字了，你之前改过名字。98975，好。哇，多么好看，美背、欸。完了。蛤，尾刀是你、欸、啊？对啊，你那边怂恿我。感谢孟娜的揪团，开台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孟娜有没有抽啊？是赤安安。孟娜抽角色了没？没有。你有想要抽吗？等一下，我是给杰克刀还是钻石啊？看一下杰克是钻石、欸，我改一下好了。我忘记给杰克什么 VIP， 等一下啊，想要部长但没钱 ，ONNA。减一一一三，嗯，想要部长啊？喷！我在啊什么呀？哇，他是不是每年都要出一次？每两年都出一次天马角色啊？没钱，次次听到没有？孟娜说没钱，有抽。我刚刚讲说只是随便乱点下去就出现流行了，然后抽到天降一。想说抽到元春和我就洗手不干了。你好扯，不是啊？看报应来了。想要的是元春和啊，啊，我有讲啊，其实比较想要的是那个阿兹赫的那个马尾大将出，结果没有出，你很穷，我的天啊，去赚钱啊，还要我教你啊，穷去赚，不要口口声声的把穷挂嘴上，这样子。我一期的没有抽，只抽二期的。我说这一次的嘛，副科没抽吗？哎，就是想要和啊。繁星晚上好，晨晨安安。我第一个实抽，第一个就是元春和。我被冷，看一下哦。开奥。一。IME 然后JUSTXIN 等一下 XIN 369这样吗？我第一个实抽是粉红色妹子，我看一下哦，心腹怎么ban掉哦。等一下，现在我时间被人的时间变短了。好了好了，可以被人了，我可以被人了。リーチです。EIME OUT， 然后，心腹你颜色太深了 ，A 二二二二，然后嘞 ，A A A A。天敗です。ドラ
这人好扯哦，只是抽到粉色的么妹子就那边开始 ban 人，把你们这样子就跟我那时候喝不到绿一色一样在羞辱我啊。看一下有没有绿一色啊，没有，好朋友好朋友，来看一下阿良有没有背叛我。好，没有，不愧是我家阿良，最不看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好，好朋友，好朋友。嗯，救命啊！凡青开始在杀人啊。我们等一下再一场就休息吧。那其实最近睡觉的品质有点奇怪，醒醒睡睡的。欸，早上是那个啦，因为早上欸几点睡？我早上六点睡，然后九点被那个被电话吵醒啊。这次不是诈骗的，这次是被那个黑猫的东西吵醒，然后就去。就爬起来，然后去拿包裹，然后后来又有点睡不着，然后躺下去就是躺下去又醒，躺下去又醒。上次丢个200给一只猫，然后就被抓了。200丢什么200？200美还是200元？200什么、啊？给一只猫？你是说吐司喵吗？丢什么东西200？200抽哦？那请问我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没有200抽的可以抽？欸，他下一次更新魔物猎人是大更新吗？算是那种不是那种活动更新，应该是算那种大型更新吗？是吗？200美我也想要，对不对？刺刺，为什么那只猫有？我跟孟娜就没有，好啦，我没有就算了，孟娜不可以不有吧，对不对？你看我们的优主播的礼物，孟娜也该有啊。你看孟娜1113欸，1113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对不对？已经明示的这么明显了，明示。是减时间啦、啊、因为来，我听你掰。下次魔物好像是三金魔物，是捡时间，因为他的手把没电，我就帮他捡时间。哦，哇，我的天哪、啊！哦，我的天哪、啊！啊，刺刺爸爸，没有啦。就是孟娜可能有个生日愿望是想要抽到部长，那么难办的卑微梦想需要我们来守护她的笑容，我们需要守护孟娜的笑容。你什么时候变成爸爸了？今天开始啊，如何？2022年11月16号，你多了一个儿子跟女儿，如何？不错吧？算吧，我们会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不需要教，对不对？不需要清猫砂，不需要带出去散步，只需要电脑跟一个冷气，完美。很好养吧？对不对，孟娜？我们是会上厕所，然后还会洗澡，洗会洗手，对不对？而且重点是我们不会掉毛，会掉头发啦，但是不会掉毛。那我问个问题，十抽多少？多少是保底？十抽哦，哎，十抽多少？1000块对不对？哈，如果十抽是1000块，先撇除有那个手除东西，没有手除的话，十抽是1000块。然后
保底是要150抽。我都快哭了，我刚刚不小心打开了绘师画完的图，画好的色图直接弹在直播荧幕上。哇，那我可不可以看？比我送椅子还贵。哎、欸，你的椅子哦，白痴，你是说保底的椅子是不是？不是保底啦，保底角色哦，所以雀魂就很贵啊。那时候有人说雀魂不用氪金也可以玩啊，我说对，但是你会玩得不快乐。没错，雀魂不贵，但是你玩起来会不快乐，懂吗？要玩的快乐就是要氪金。我还没抽，你都还没抽，你可以把快乐，你看一下，有些爸爸也会说，只要孩子快乐，我也快乐，懂吗？你可以把你的快乐那个放在我们身上。不好意思，我的粒子棒一直都在这边呢，还没还我哎。哎、欸，粒子棒下播就直接上档。没有啊，说你图丢给我看就好了。那肯定要删的吧？哎、欸，到底不要有人拉回放去看你，你会直接死亡吧？哎、欸，直接原地爆炸。可是我怕我丢了又被抓，抓谁抓？谁会抓你？没有啊，你丢给我啊，谁会去抓你？不会啊，不对，我们这边不会有打小报告的人，打小报告的那些都不是了。是呢，嗨啊，洋洋，洋洋安安，这些第一天结婚的真的是很变态，不过我只不过送一张真人体工学电竞一个月，你不止吧？你没有送其他东西吗？这样子好像有点过分啊。没事没事没事，什么叫真人体工学电竞？真人体工学电竞没有哦，啊那一笔也不小吧？对啊，我觉得。他应该主播很开心，他终于可以躺在沙发上，不椅子上玩游戏了。啊，我本来想要买一个的，啊没钱了。11900，那你跟我看的一个好像一样哎。我本来是要买一个，但是啊前阵子的事情，啊又要再提一次了吗？要再难过一次了吗？我也想要人体工学椅当电竞，不是电竞的真日语，对不对？这次听到没有？孟娜可以为了你明天再生日一次，对不对？明天不行，那就等到你礼物送来的那天，他就可以生日直播开箱，对不对？生日是随时可以有的东西，就是看看次次你的心意了，次次听到没有？抱抱安安，
我们生日是可以每天都过的，就跟情人节一样，对不对？有你在，每天都是情人节，对不对？次次有你在，每天都是生日。每次以后打招呼说：“次次，我的生日礼物呢？”次次爸爸生日礼物呢？这样子，每天都是生日，对啊，怎么了？我的人物设定就是这样啊，有没有？下次如果我出配信还是什么的，以后有出配信或是要出到人物生日365天都是我生日。我竟然无法反驳，没错吧？嗯，其实爱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所以刚刚是没有啊？是不是小蛮腰？什么东西？看明年过年能不能赚到？哎，不是哎、欸，如果你真的送那个礼物让你有点吃不消的话，是建议真的不要这样做啦。因为你的心意有点太怎么讲，太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这样其实虽然我不是有主播啦，但如果对于我这边来讲，你们抖内抖到让自己这种状况发生的话，我会很开心。没有没有，就是不要做出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啦。每个星期可以不用想周表，都放了我今天生日。对啊，就每天都是生日图带，还是什么生日直播，生日 coin。你唱分手快乐，我生日那天有人点歌分手快乐啊，肯定不是我啦。我想一下，我13号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啊？13号，礼拜日我在干嘛？哇，好像在警察局是不是啊？好像不是哎、欸。13号，哦，感谢哎一凡，感谢刚刚的对，有人点了我要祝我唱生日快乐吗？还有人要点祝我。哦，我那天有唱啊，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唱到眼泪都掉下来了、欸。你是法 Q， 干，再背你一次，你也很狠呢、欸，第一天直接结婚，难怪会没钱。我打了个寂寞，没胡牌，放枪像个陪打的啊！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粒子棒丢一大堆，我放一大堆枪。你刚刚至少有20000点啊！我嘞，我剩多少？不到8000哎、欸，谁才是赔的、啊？我吧，我看都是我吧。明明生日氛围是考超难过的，对吧？他们就喜欢搞心态啊。记得那时候教主唱到哭出来。我是没有真的哭啦，我只是眼眶在泛泪而已。幸好我都不认识，这次不用花钱。你说这一次的角色吗？那我们只好开始就是同步试听天才麻将少女了。不要哭哦，繁星。哎、欸，鱼子，你们，我今天想说奇怪，看你跟 JT 在打，想说。哪个通话、啊？看一下，然后点开直播。哎呦，是漏打哎、欸，好扯哦！啊怎么赏赏没有跟你们打？有漏打在哎、欸。啊，今天玩的快乐吗？今天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新朋友吗？一个妹子吗？因为那时候其实漏打声音真的太小了，听不太到。哦、JT 的朋友，闪闪已经开完了哦。你跟他讲我漏打，我已经开200%了。我懂那感觉啊，就是
自己传出去的声音明明很正常，但是别人就是怎么听都听不到。我懂那感觉。讲了，他说下次，下次就是啊，不然你下次约一个他所爱的男人加你，有没有？四个男人加一个鱼仔，再加他，这样子，尴尬的场面有没有？前任、现任跟未来老公，有没有？前任、现任、未来老公，还有原配，拜托，只能五排，对啊，你看。有鱼仔，对不对？原配嘛，然后前任我，然后现任不知道是谁，闪闪，然后未来老公是洛达，还有一个是谁？啊，那时候还有一个说声音好听的是谁？啊，随便再找个那个谁，李听，或者是那个，或 JT， 哎 ，JT 也可以啊，对不对？然后每个都敢，我要喝奶奶，我要喝奶奶，我要喝奶奶。闪闪奈奈呢？好可怜啊！你还好吗？有没有好一点？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有没有好一点？没有，稍早再聊生日礼物的问题。我说，我下次如果以后有转身嘛，成为 V 的话，我那种什么就是各资，什么身高、体重啊、生日啊跟出生。我说我的生日是365天，365天都是我的生日，所以每天的周表就是生日突发、生日同步视频、生日玩恐怖游戏这样子。因为很天才，我是天才麻将少年。最好每天都生日啊！哎，今天真的我生日啊，你不知道吗？等下的 ID 又改成 Fencing 1116了哦。0919，而且我觉得我跟你很巧的是，你看你是 F 开头，我也是 F 开头，你处女座，我也处女座。你 F 罩杯，那我是没有啦，屁股可能有啦，可能要再去深蹲练一下。白痴，我应该打这一张的。笑烂。啊。好狠哦，打光了欸。我以为你说身份证，什么身份证？哦，你说配偶栏吗？哦，身份证不是 F 吗？哦，对呢，我也是 F 哎、欸，我身份证是 F 没错啦。不是，我是说账号 ID 前面是 F， 哇，有没有要多打打后啊？不然会觉得鱼仔在洗版呢、欸，对不对？讲个话吧。聊天室75万人，请问这是要表演三杠子吗？四杠流局，完了，我表演不到了。嗨，鱼仔，嗨嗨，哈哈，对，这才对嘛！你看聊天室没有动，像个什么？像个直播记录档一样。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哎、欸，我要带过去的，完蛋了，被捷足先登了，完蛋完蛋！你怎么过来了？我刚刚就说打完这一场要带过去的，完蛋完蛋！感谢嘎璇的纠团，哎，谢谢嘎璇。我刚刚才想说，啊，等一下我要带去你们。去一个昨天才算认识的一个人的台，结果想说赶快关台，不然有人要关台了吧，我会担心，结果就带过来了。哎，怎么事情总是发生的这么的突然，想要准备个惊喜却
却被惊喜给惊喜了。感谢嘎璇的友团，谢谢谢谢，感谢嘎璇那边的朋友，谢谢谢谢。等一下哦，那如果有在米娅台看过我的话，应该知道我比较喜欢欺负米娅。等一下哦，哎，嘎璇有抽角色了吗？这次有没有抽？被惊喜给惊喜，很棒，对吧？才不棒呢！才不棒呢！你要相信，比较多人喜欢看的是女 V 而不是男生，好吗？啊，感谢古雷的古雷，你是七兔那边的古雷对不对？你好，你好。然后笨笨，我爱二呵呵安安，还有天音阿尔法安安，黑云安安。你实抽歪了哦！哎，我刚刚随便乱点，抽到天降一，但是我想要的是大奶，那个谁，袁春和啦。那你帮我抽好不好？没有抽到我会生气哦，没有啦。没事没事，我这边只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规定，就是不能打双等于而已。RYT 那边是不可以回收讯息啊，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对吧？就是我原本在米娅那边准备要换那个粉色钻石，他跟我讲说繁星，我说哈，那个你粉色钻石不要换好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钻石不够发了。我说哦，好啦好啦。然后因为跟他认识很久，一开始粉色钻石。他就直接把刀送给我了，因为我想说，他送我钻石，我想说不要这样了，我靠自己的努力挂台挂到那个可以换到钻石为止。他就挂着挂着，那他就突然跟我讲说：“哎，繁星，可以换，可以不要换吗？”那、啊、你等一下要干嘛吗？嘎璇，嘎璇，钻石都是老婆们给的，给老婆们的。对啊，我们这些棒子就只能拿刀在那边互戳，整天在那边斗剑。天哪、啊，你知道有时候我都只是挂台，不想要打字出声音，他们就是斗剑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最后我想说好了，跟着打字好了。他的台如果有八个小时，我大概有七个小时都在挂台。听起来很适合我，哪一个？你拿剑斗来斗去，是不是？你有发现很奇妙，我没有忠诚点数，但是我可以给钻石哎、欸，有没有很厉害？你看，我还有自己的贴图哦、喔。小伟出现了 ，ban 他。Time out。哎，力气一发，ドラ。好了，小伟，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我觉得你最过分的是什么？我平时明明就还在开台，跟我讲说很久没看我开台了，以为我不开台了，是什么意思？跟我讲说好久不见。然后还问我说：“你还有在开台吗？”我说：“有啊。”哦，你没有开 mod 模式吗？这样就不用打指令了，应该是有啦。只是我不常用 mod 啊，因为怎么讲？怎么说？你是说像这样子吗？因为我平时没在切后台看的、啊，我是喜欢直接看画面的。哎，mod模式好像有点方便哎，我看一下哦、喔。使用者以前会出现禁止符号三六零那种东西，对啊对啊对啊。那改掉之后，我觉得这什么鬼？
哎 ，model 模式要怎么 ban 人啊？他后面是一大堆人 ID 嘛，就点下去 ban 人是不是？看一下小伟哦，小伟可不可以再 ban 呢？我看一下哦。哎、欸，好伟，我在使用者名单里面没看到小伟。好了，他已经离开我的台了。ban 了一下人就跑了，很好用，直接点下去就好了。你是说点聊天室还是点那个？是直接点聊天室吗？还是点后面那个筛选名单聊天室？哦哦，有喂、欸、有喂、欸，哎、欸，好棒哦！谢谢小伟，你等一下打字，我再背你看看。点人名，点时间，打数字。哇，你们这些老，刚刚就说剩12%，好。干嘛干嘛？只是好小，不然逼我啊！拿我四刀，我不要啊！你有本事再说一次，你抽到粉色头发的、啊。你看哦，已由繁星静止了阿伟600秒，2分钟前，然后再也没有看到阿伟在我的聊天室的好友那个聊天名单里面了。他不是说升8%？感谢，等一下。感谢入左黑九尾喵喵的打字打字没有，因为之前有那个啦，就是很早以前开过 Twitch 直播，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容易发生，就是太多人追 follow 还是什么的，画面太花了，所以画 follow 那些都是拔掉的啦，所以看不到。还是你要找几个 mod， 有那几个 mod 都刚好不在。其实我 mod 给很多啦，只是还有在帮忙看的比较少。没事没事，因为平时乱的不多啊，他们其实有时候刚好是四五个 mod 同时出现，然后刚好那一天都没有什么在乱藏。网络好卡。哎，感受到了，但是你跑了。你叫竹井丸，谁？这边只有阿伟会被砍是吗？他打个安安，我也会砍他。或是打个说什么？有人要揪团过来咯，我一样也会砍他。我会说哦，谢谢阿伟，然后ban掉他。我第一个10抽他，第二个就公估了。可是我之前就80几抽都完全没中到半只活动角啊，所以从那次之后，雀魂真的很不敢抽角色。对，因为我要睡了，晚安。好，反正公事了，赶快休息吧。其实突然说要空降，感觉没什么惊喜感。哦，你说如果阿伟这样子空吗？没有，不会啊。我就说谁要空降我，然后马上空降回去，对，一个操作，两个飞机互撞。啊，怎么都是那么？我听到一个氪金大佬说他11抽只出一只角色，我们这边有一个230抽还是260抽的，哎、欸，杨讲话，260还230的说话。没有抽到半只角色哦，他是保底买的的样子，我记得260抽对吧？没错吧？啊，本来这场结束要带过去的啊啊啊啊啊啊！被空降了，可恶！你下次可以不要那么早关台吗 ？IV 不是都是开到12点之后的吗？哦，两只角色哦。对啊，他那时候是260抽啊，那时候是什么啊？灰夜姬也想谈恋爱吧？那时候的活动，我隔天要上班哦。哦，好吧，想必繁星应该都出资，出资什么？没有啊，你看哦，所出奖励都在啊，看到没有？我都还没有出。下次一定开晚一点，你知道吗？我在10点半左右的时候看到哦，
嘎，欸，不应该说今天八点开台的时候看到那个分页，哦，嘎选有在开耶，那等一下日麻刚好打一打揪过去好了，看他也在打日麻，啊，结果嘞，结果，哎，果然，你知道有时候准备惊喜真的是准备的很难过哎，像你看自己喜欢的人生日，平时装作不在意，对不对？就私下准备一个超大惊喜，然后就问他说：“那，啊，你那天有没有空？”跟你讲说没空，突然要上班，上班上课。啊，结果当天想说哦，在他楼下门口等他，就真的在上班上课，然后没有根本没有空接受礼物。然后说：“哎，你到家了吗？”他说：“要睡了，晚安。”番号怎么都那么像啊？哎，对耶。啊，这是我现在有的角色啦，但最爱的是灰夜姬跟这只啊，这是我的那个第一只角色，抽到第一只角色，啊，灰夜姬是我保出来的，我抽到现在我还没抽过灰夜姬哦，完全没有重复过。哦，那时候就是抽，想要抽那个谁，爱叫爱什么，就是狂赌的那一个，抽不到，就第那时候我是抽了80抽，抽不到，我请我的 mod 帮我抽，第90抽就抽到了，我想说好啦，够了够了，至少抽到了，不要再抽了不要再抽了。等一下，黎叔吗？黎叔，啊，你怎么没开台？哦，孟子，对啦，孟子，我刚刚是想说爱子是谁。我的第一只角色就是灰夜姬，怎么那么棒，天哪，天哪，你也太幸福了吧，第一只就灰夜姬。哦，对，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为什么我可以给扳手，给了给可以给钻石啊，主要就是以前有拿过勾勾啦，所以现在是要把勾勾拿回来，再努力而已。你今天才抽到灰夜姬，我有看到啊。啊，你今天要休息？应该休息了吧？啊，还要上班？不，上班的，该休息了吧？那时候我对灰夜姬没兴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说对灰夜姬没兴趣，还是四宫灰夜没兴趣？这两个差很多哦，这会攸关你会再被ban一次哦。所以你是说灰夜姬没兴趣，你完蛋了你。我试试看怎么ban人哦。哎呦哎，十秒这样子吗？哦，好方便哦。哦哦。我会ban人了，哇哦，哇哦，欸，好方便哦，我的天啊，好欸，我可以去米亚的台湾了。我说米亚，我现在会ban人了。八八八，没有十秒钟啊，感谢感谢感谢弹力球，谢谢谢谢，谢谢你的首次发言。不过明天啊，明天过后就不会睡觉了啊，睡觉这什么东西？在阻止我成为宝可梦大师的路，啊，明天会长时间都在玩宝可梦，也不是加班台啊，只是单纯的耐久台。没想到首次发言是八八，没错。你复活啦！哎，你为什么刚刚离开我的聊天室？你说。我刚刚看到我的后台聊天室完全没有你哦，你要不要给个解答？还是我误会你了？啊，阿伟，哼，这不是棒子的台，你就不是很想待下去？是的话要跟我说啊，我很懂你的感觉。是我的话，棒子也只是认识的朋友才待得下去。不认识的话，我也是待不下去的。你挂着啊，啊怎么刚刚后台使用者没看到你的名字？
啊，哈，你说啊，因为你换电脑，对不对？对不对？有抓到吧？他就是有不在啊，他就是有不在啊。他说他挂着，他在，骗人。啊，后台显示就是没有人在啊。我想说把他那个那个就是取消掉，结果没有这选项，没有这个人，找不到这名玩家。那后台不准。因为你不能打字，不是，我可以看到后面有谁在啊，你们点右上角也可以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有谁啊，对不对？常常就可能之前有遇过一次，是有人在看台看着看着直接标记我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赶快写作业不要看台了啦。我想谁走，直接好快骂人，发生什么事情，直接说写作业了不要再看台了。因为你不能打字，屁啦，不用打好不好？哇，我跟你讲，很多像诺音或是好杰克好了，杰克诺音团团，他们也平时都没有打字，但是我在后台可以看得到他们有在帮我挂台。真的，你一回家就挂着你了，骗人！你一定是被揪过来才挂着我的台。嗯，嘎璇，小伟刚刚是不是在你的聊天室出现？你说，你不用替他辩护，老实说出实情就好了。你问他，我问了，我是不是正在问？我是不是正在问？是，你看，你一开始就没在我的台里面了，你一定是在嘎璇那边。你不要再骗了，你再说下去，难过都是我好吗？不过他刚刚11点下班，没事啊。哎，熊熊你还好吗？你进得，你还进得来吗？没有，我一开始不在他那边。那请问你一开始在谁那边？请问你一开始在谁那？喂，我们现在案件里面有第四个人要出现的哦，一个是嘎璇，一个是我，一个是小伟。那第四个人是谁？这我不好说。你看吧，这人，你就是精神出轨了嘛，对不对？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是不是直接当着我的面说，哎，繁星好久不见，你还有在开台吗？你老实讲，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我那时候明明每天日更的已经两年了，还在那边跟我讲说，你还有在开台吗？然后好久没看你出影片的哦。我说这是什么尴尬的现场？我是说现实好久不见。那你有没有补后面那一句？你好久没开台了啊！你还要在做影片吗？你敢说没有的话，我一定 ban 死你！我跟你讲，没有，我快气死了！而且我跟你讲，全世界都知道，我讨厌吃的是马铃薯泥的那个洋芋片。况且我也是说我要吃乐事原味的洋芋片，是要那种那个切片的，而不是压成马铃薯泥的。他给我买什么海苔口味的那种盒装洋芋片，那个就是马铃薯泥。而且我问他啊，你为什么是买这个？他说因为我想吃啊。你知道他讲说因为我想吃这句话，我那时候整个发疯啊！你要吃你就吃，你给我干嘛？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抖，那次抖那个洋芋片给我。就他那边抖那个绿色盒装的长条马铃薯泥给我，我说，哎，啊你怎么买这个？我说因为我想吃啊。啊你想吃你给我干嘛？我说想说看他大家都抖那给你，我就随便买一个给你啊，随便买一个想吃的就抖给我。你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病？哦，啊气死！今晚的瓜好好吃，没有，我每次都在别的台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最近李光嘛，然后鱼仔啊，就是开始我的人脉嘛，也不是人脉，就是开始会看的台变多了，然后就是慢慢从像鱼仔这边跑到李光那边，再从李光那边跑到嘎璇那边，也不是从李光跑到嘎璇啊，是之前就是有在米亚台知道嘎璇，可是我以为那时候揪过去的时候有点过追随。就发现说怎么有在那个推荐清单里面，我发现
我怎么还没有追随人家？然后昨天在别人台他的台说，完了抓到了，追随被抓到了。力气，对啊，超多损失的。我们的我跟你之间的那件事情只停留在六年前之前吧，之后就没有交集了啊！你就跟我讲说你很久没开台了、欸，你很久没做影片了、欸。影片你有在看片？你现在跟我讲说你很久没做影片，那确实是真的啦。那绝对不是你妈，就是你，就是你，我去你的！你那时候忘记在谁的台有扳手，好不好？有扳手，那时候在跟我讲这个话、欸，忘记是谁了。哎、欸，你要想一下哦、喔，我的聊天室都知道我记仇是很记仇的哦、喔，怎么可能会记错人？我怎么可能会记错人呢，阿伟？你看，我连六年前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怎么可能记错？我是一个会记仇的处女座、喔，想必你应该也体验过了吧，感受过了吧？这个处女座怎么那么记仇？那以后不敢惹繁星了，下次跟老伟一样。哎、欸，不会啊，不用怕，不用怕。我记仇是对人不对事的，好不好？今天就算是嘎寻买了洋芋片给我吃啊，买了海苔口味，对不对？那你是说你想吃的，我就说好啊，不然我们一人一半啊，你一口我一口啊，这样子。我忘记了、欸，我记得阿伟是更早之前有惹到我一件事情，从此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烦、很白目，反正打哈欠、打喷嚏，我会觉得很吵。懂了吧，阿伟？毛西晚安，毛西晚安，晚安。嘉璇有没有想要带去谁那边啊？我把你的观众转过去，我把你加我的观众转过去。安妮关台了、哦，安妮关台了，我打八八。哎、欸，啊那个嘞，鱼仔。你加我加一起过去，对啊，鱼仔，还是你那边有推荐的、哦、想带的？繁星有限定的某台吗？其实没有哎、欸，8888，哎、欸，不好意思，我那时候从很早以前就说，主播可以看一下片手剑吗？想说。因为按照那个老任来讲，第一把一定是大剑嘛，那再来是太刀的选项滑下去的。那、啊、一种开始从后面充能斧、斩击斧开始看，我说充应该就后面就没有了吧？你想看女孩还男孩的？我的观众一半一半呢、欸，男女比是一半一半，但是我相信比较多人喜欢看女孩子啊。追随时间你看不到啦，不用看的啦。没看啦，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指令都不见了。白痴哦、喔，你自己点开自己的 ID 就知道你追随时间了啊！你2017年开始追随的好不好？看都看得到啊。那就是香的妹子，被骗手棉爱了，不好意思。你说你吗？我觉得还好哎、欸，就只是太小把了，所以我才说后面我就拿轰隆笛子帮你吹啊。让你吹得舒舒服服的。阿嘎玄后天明后天的宝可梦也会玩吗？哎、欸，安妮，哎、欸，谁被 ban 了？哎、欸，哦，等一下哦，
啊，你打王子被 ban 是不是？抱歉，抱歉，抱歉。删除讯息可以看一下这个妹子。砰！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り、欸、是你被删掉吗？砰！抱歉，抱歉，抱歉。我 VIP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啊，看得到，看得到，我看一下是谁。罐罐啊，你知道吗？我的推荐军单一直都有他在、欸。好啦，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带过去好不好？他是攻击就对，你要被广告攻击就对了。你们要听听看我现在讲什么？他男孩子嘛，我的推荐也一直有他，就是都是那个谁，米卡的图头贴。米卡画的头贴，好了，我等一下又说，我等一下转过去又说，这个是嘎玄叫我转来的。主播可以放枪给我吗？你是哪一个？你是这个？你是这个吗？我以为你是迪叔欸，哭啊！你要哪一张？刚算了一下，不便宜，很贵啊。所以雀魂手除除完之后，可以不氪就尽量不要氪啊，超贵、欸。你是翠迪叔？怎么删掉啊？我删掉最好人物啊！我猜他要发财啊！我没有啊！啊，我怎么放给你？你的声音跟聊天是我分开的。跳 game 跳 game。气。先检举一波，对不对？这个人就欠检举啦。哎、欸，不好意思了，你没办法直击我哎、欸，哦，好可惜哦，你很久没玩了哎、欸，啊，所以嘞，啊，所以嘞，又在这边嚣张了，他在这边毕业了，金手运啊，哈哈。他刚刚说要跟我玩，也没有玩到，他都讲讲的啊。跟我们约饭局，因为跳舞跳到忘记啊，还帮他多付了那天帮他出的费用，好扯哦！我一个人要出两个人的钱欸，12%怎么玩？12%怎么不能玩？跟你讲，今天你再爱一个主播好不好？剩下5%也是要陪着他到他直播结束。懂吗？超商还是有卖行动电源的吧？有没有爱就看在这几趴是不是？你太肤浅了啦！今天不管100%还是5%还是0%，你爱一个人就是要100%陪到他最后。啊，拿下了你，对不对？哎，宝贝，今天明天要上班，今天不陪你了。啊，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要一起吃饭吗？啊，加班重要还是陪你重要？啊，肯定是陪女朋友重要吧？对不对？对不对？Hack Nan Points Dora。啊，我知道了啦。阿伟是在怪你关台关太快了，他一定是这样子想的啊。想跟你玩，可是你关台关太早了，我也是没办法啦，好吧，下次吧。只怪你关得太快咯，对不对？阿伟有没有诠释出来了？我会追到用两只手机轮流看到关台，对不对？还会送人家电竞椅耶，人体工学椅啦，不电竞椅，对不起，真的抢不到。我跟你讲，我这干话真好多。有没有爱不是强不强得到的问题，
今天你再爱一个人，你横刀夺爱也是会把他夺过来的吧？对不对？想尽办法。今天知道他不吃香菜，你就帮他挑掉，帮他吃。今天他姨妈来，就买饮料给他，但是要去冰，对不对？一样嘛。有没有新的问题啊？饭钱。哎呦，吓死我！我没有通知。反线。好，我不追你了，我不追你了。好啦，哎，不对，你这饭钱，你是说补六年前那个饭钱吗？哎，不好意思，有利息的哎。我们看到饭钱，嘴巴闭一下。而且在蜜月嘛，一阵一阵的。好啦，我不是最近啊，我其实都对护理师啊、警局、消防那些其实都比较体谅，我都觉得他们好辛苦。老师啊、医护啊、警局啊、消防局啊那些，我都觉得他们很辛苦。哎、欸，梦怡安安，哎、欸，梦怡应该也认识小伟吧？对不对？对不对？他司机很多，对不对？梦怡老熟了，哇哦！完了完了，你看阿伟就是看到熟人会开始在那边，有没有？有没有？这就是他的本性，对不对？他就是嗨到忘记跟人家约饭局。阿伟，你跟我说老熟，你看人家明明跟他不熟，硬要说老熟，你看这是不是很打脸？好了啦，阿伟，人家不熟就不要装熟了，好啊。哎、欸，要不要梦怡？我给你扳手啊，给你处理啊。你要怎么敲他啊？你要敲晕他啊？敲他手，给你处理啊。你是谁啊？我不知道，到底熟不熟啊？好吧，都不熟。我觉得阿伟，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回一句：你跟我前女友长得很像。我应该认识啊，你就是我那个啊，我喜欢的人啊。李锦，看来明天我可以封一次，让繁星最后一次出在猪看明能不能。不用啦，我这边不用存啊，不用存我这边，你可以存梦梦那边，你可以存梦娜那边。孟娜比我还需要那个酷东西。我明天就要被绑去西班牙抓宝可梦了。前几天我才在别人台看到他，听他声音，然后嘞，他声听不认不出我，哎，老熟的，天哪！好了啦，阿伟脸上啪啪两声。哎、欸，对，我今天看到有个 APP 上面是木鱼，又可以敲木鱼的那个 APP， 我载下来玩好了。我买数位的吗？对啊，想要就是想还是想拼首发，所以就买了数位了。木鱼积功德，哎、欸，找到了，这个取得。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ラン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安装？怎么讲到我？没有啊，次次啊，次次要储给我，我说不用，储在你那边。一起挤进去，好诶、欸。欸，我还没有这样子抢过首发诶、欸。好不爽哦，怎么他第一名啊？踢掉，被踢掉。好啦，先到这边啦，我们等一下有声音吗？有诶、欸、有诶、欸，有吗？啊、有没有声音啊？啊、我说说而已呢，没有。我们这些男生爱一个主播，对不对？就会用尽全力去
好啦，感谢啦，那来说拜拜环节啦。哎、欸，再重新打一次晚安哈，谢谢。从这个波浪符以下开始，一个一个做晚安。好啦，黑云晚安，然后次次晚安，次次没有讲。小伟晚安，包包晚安，叉叉晚安，暗雪莉晚安，佑成晚安。哎，我用另外声音好了，没有。用这个声音，好，刚到哪边了？佑成晚安，信晚安，梦怡晚安，乌一晚安，嘎璇晚安，新福晚安，弹力球晚安，杰通晚安，阿亮晚安，番茄晚安，小熊晚安，一只小熊熊晚安，竹子贤贤晚安，马同学晚安，利恩晚安，文字晚安，孟娜晚安，然后醉醉晚安，你要晚安几次啊？吃吃晚安，哎、欸，讲过了。花粉雪奶晚安，芝芝晚安，安妮晚安，小伟滚。好啦，我们就过去啦。他那边在玩原神，阿瑶挂点数的可以顺便挂。那再提醒一下，斗争特工有新的挂台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个斗争特工的台挂着。可以一样是先挂两个小时，再三个小时。好啦，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待会过去记得打招呼哦，要乖哦。好，先这样啦，大家晚安，祝有好梦。明天不是准时的啦，明天啊晚上就去西班牙玩咯。好，大家拜拜。哎、欸，哦，没有关到，抱歉，等一下哦。